我精神力都越来越弱，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领域？昊天锤的回环怎么都消失了？回到了十二岁，难道这是暗魔邪神谷的时空逆转技能？ 也消失了，没能让他停下，回到了六岁。你也变小了，看来你周身那层黑色保护罩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时空技能影响的关键。可惜，被我的紫极神光给破掉了。 见过的魂兽中最聪明的一个，不但实力强大，而且对战斗的计算极为精确。但你没想到会有人在你开启时空技能时破掉你的黑光护罩，更没想到会有幼年的人类染上幼年的你。因为六岁时，我已是长门弟子。